好的，大家好，我是 Andy 老爹，好，欢迎收看 SI Car 爱车趣。我们今天终于试驾到了 Lexus 在台湾，好，也算是全球了第一部纯电动，而且是在市场上贩售的这个纯电动车，好，就是 UX 310。那它这个也是整个集团哈第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动车的车款，那后面大概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了哈，我们就接着看这部310呢。我先讲它的售价哈，在台湾的报价是169.9万，但是呢有一些条件哈，就是前50名的车主哈，因为这部310在今年的配额我记得应该只有200台哈，前50名的车主 Lexus。可以让你免费充电2年，好，这个免费充电呢是指Lexus 原厂在全台湾的超级快充，总共有6个点，好，这个台北，然后是滨江、内湖、桃园、台中跟台南、高雄，总共这6个点，好，那另外呢也有搭配华城电机，好，他们的一个原厂所在全省建制的约莫大概有10出头个。也是一个充电站，好，到华城电机也是2年啊，免费。但如果是你到一般外面的，现在这个全台湾有的1500-1600座的 J1772 的慢充，好，慢充就是指大概8个小时充饱的那一种，那个就是看每一个点收费的方式会不一样。那你如果回家充，但也是要自己付费啦，哈，在前50名。那我是觉得50名有点少了，理论上要稍微给多一点。如果说你今天要抢攻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动车市场的话，我觉得应该至少比如说前100名，好，让消费者比较有感，你会觉得入手的门槛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的从油车转换到电车，好的意愿相对会提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在 UX 310跟正常一般汽油版的 UX 200、UX 250H 等等，在外观上其实差异不大，车头大致上是一样的。在车侧的地方呢，第一个分辨的比较不一样的是铝圈，铝圈尺寸一样，但是样式不一样。好，那电动车的铝圈配置呢，其实我也蛮有感的，就是大部分就是为了要省电节能，所以会给你一个有经过测试，然后是可以比较节能、比较省电的一个铝圈造型。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后门的部分，这边侧边有一个 electric 的一个字样。车尾的部分呢，它就变成是写 UX 310，好，所以外观部分只有这些差异。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加油孔的部分，现在因为充电，好，而且但它同时支援2个规格。车身的右边打开好是 J1772， 左边则是日本的超级快充的规格叫 CHAdeMO。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内装哈，因为 UX 310基本上就是从原本的 UX 的这个所谓的平台，好，所谓的这个整个车架去做一个电动车的一个改变，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模组化的什么底盘啊，全新的设计不是哈，它等于就是把原本的这个前面的引擎变速箱拿掉之后塞进去，好，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电池，那电池当然就是在原本整个底盘，那它是前轮驱动，所以马达在前驱，那在前轴的部分。好，那我们来讲就是在内装跟一般汽油版的这个配备上有哪一些差异。那当然啦，因为这也是价格堆叠上去的，因为一般正常的这个汽油版大概是130几万到150几。好，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就是呢，在中控前方这个有一个 QI 的一个无线充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方向盘的左下方有一个叫 ASC， 好，这个是模拟跑车声浪，好，就是当你按下去，然后调整到 Sport 模式的时候呢，它会带有一些些微微的引擎的模拟声浪，好，这个也是让驾驶者就是稍微有点习惯，有点油车的感觉，好，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前座2张座椅。它除了有这个加热之外，它还有通风，哦，这个通风当然对夏，你看像现在夏天，哦，这个通风就比较有感，哦，那另外就是在后座有加热但没有通风，哦，这个应该也是原本就是 UX 200，哦，基本上都没有的。我记得 UX 200好像只有前座有加热，后座没有，哦，但是现在310呢，前座也多了这个所谓的通风。
另外呢，换挡拨片，但其实在电车上它就是回冲力道的大小的调整，那概念上跟换挡拨片其实是很像的，就是说它有四段，当你左边拨换挡拨片拨下去之后，它的回冲力道就变大了，回冲力道变大代表它的刹车的感受也越明显，那这个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以所谓的回冲的电量来说，力道越大，但你回冲的部分就会回冲的电能就会越多，回冲的电能越多就代表你的续航力会增加，所以这个有好有坏，当你要享受所谓比较像油车那种空档滑行，好，一会有空档滑行那种感觉，你的续航力就会变差，那当你要续航力变多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左边换挡拨片一直拨在力道最大的这个状态下，这个是换挡拨片的部分。另外呢，在排档的造型，原本 EUX 呢也是传统这种排档杆，现在这个排档杆呢，这个我记得跟那个 LC 吧比较高阶的这种排档方式是一样的，另外就是在前方的仪表板，它一样采用这个所谓油表的方式，就是给你四格，但是右边那个加油的那个小图示呢，你注意看它变成是一个插头的形状，这个部分是在跟油车的一个差异。那除此之外呢，前方的这个实体仪表加中间的一个数位仪表，再加上中控台上方的这个七寸的没有支援触控的萤幕，整个中控台的造型基本上这部分都是一样的。不过另外在后座的部分有支援两个 Type-C 的这个充电孔，这可以让后座的乘客你可以随时随地去充手，帮你的手机充电。好，这个是在差异化，除此之外呢，基本上都是一样。方向盘的造型，整体的质感，然后包含这些组装品质啊，你看扎实度，等等，我觉得这些都不错。那整体的感觉，但就是说对所谓的想要第一次入手，从油车入手电动车的车主，在 EUX 300E 的车上，你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就是不会感受到有那么大的转变。在发动引擎前，你会觉得它就是一部油车，只是开起来就是少了引擎的声浪，虽然有模拟，但是那个模拟那个声浪真的是小到有点听不出来，但开起来的感觉是很不错的，这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心得。好，那另外呢，我们要讲一下，因为是电，所以呢，在动力的部分，因为在整个底盘它是搭载一个54.4千瓦小时的一个电池，54.4千瓦小时就是我们用度来讲就是 54.4 度，从零充到满要花你54.4度的一个电的容量。好，那我们假设像我都在家充，这个离峰时间充，我们讲3块，因为夏天因为冷气开得多，像我家都会跳到4块，我们用平均3块来算，就是当每天如果你真的是从零开始充，54.4，我们讲55啦，比较好算，55×1度3块，充饱大概就是165块，充165块可以让你的续航力，它以 WLTP 的这个续航力来算的话呢，国外的给的数字是400，但是台湾呢，它是用 NEDC 是比较早期1980年那时候欧洲的一个测试单位的一个标准，但是因为300E 呢是在台湾的工研院测的，那它是用 NEDC 的这个测试规范来测的，它跟 WLTP 稍微不太一样，测出来在台湾的续航力可以有368公里。那以我的经验 ，NEDC 呢，基本上它灌水灌的比较多，它比较不太接近实际驾驶者的一个驾驶状况，你大概都要打个大概8.5折，我们约抓个330好了，充饱到330，等于是你用165块可以跑330公里。等于就是每1公里你的电费只要是0.5块，这是非常省的。如果用一般正常油耗在正常水准的油车，1公里3块，大概就会差到4到5倍的一个油钱。这个是开电动车跟油车最大的一个差异。在马力的部分呢，跟各位报告一下，300E 它的马力是204匹，扭力是300牛顿米。那车重的部分，因为电池它整个布局在整个车底的最下方，所以它的总车重来到了1785公斤，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开起来其实比油车还轻巧，而且加速也比较灵敏，等一下我们上路来试驾。
另外就是在车长的部分一样是接近4.5米，好，4495，轴距一样是2640，所以我刚讲 UX 300 E 它就是一部 UX 200拿来改成电动车，好，它并不是全新的一个车款。好，那另外在保固的部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在保固的部分呢，车辆保固，好，车体的保固一样是4年12万公里，然后在电瓶的保固是3年不限里程，然后在 EV 电池就是整个布局在车底下方这个电池呢是8年16万，而且它保证在8年16万以内呢都可以维持，就是至少还给你有 70% 的一个电量。好，我们用368×0.7，368×0.7，这样约莫是多少？是0.7，大概就是约莫还有250、260左右的一个续航力。好，这个是原厂给的一个保固条件。好，那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哈，因为我开电动车开了2年多了，有一些心得，我们等一下上路试驾。但是有些资讯我要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就是，未来你在入手电动车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个，什么 EPA 续航力多少多少。WLTP 续航力多少多少，NEDC 多少多少，这个其实是不同单位所测出来的一个针对每一部电动车的续航力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单位，那他们都会有各自的标准，但是以这三个单位来讲呢，我觉得最接近你实际行驶的状况跟里程数预估的续航力跟你实际所行驶的续航力，我觉得最准的是美国的 EPA。 EPA 它的全英文叫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就是环境保护局，他们所测出来的 单位这个数字呢，我觉得最接近一般驾驶者的一个状况。 WLTP 呢是在2017年由欧盟所主导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28个欧洲的国家有加入，他们 的这个车款都会用一个比较新的测试方式，那为了要让这个所谓的条件更严苛，然后它的测试的这个标准跟方式呢也应用了更多实际上路的一个方式，那详细的规则我们可以改天再聊了。好，那 NEDC 呢，它是在1980年所成立的一个测试单位，它的英文叫 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 以后你都会碰到，所以呢，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新车品牌它都会用 WLTP 来跟各位沟通，为什么？因为它呈现的数字是比较漂亮的，这部分呢也给大家分享，就是总共有三个 EPA、 WLTP 跟 NEDC。好的，我们现在上路试驾啊，这个 UX 300E， 它是 Lexus 啊 ，Toyota 整个集团里面算是第一部上市的纯电动车。相较于欧洲车厂，我觉得日系品牌现在在电动车的布局，跟推出新车，电动车新车的这个脚步稍微慢了一些，不过我觉得迟到总比没到好，应该这样说。因为300E，我觉得这样说啊，因为它的几个地方比较开起来感受不一样，因为纯电，所以你会觉得油门踩下去的时候，它的动力来的100%很直接，油门一下去，它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跟你100%在传递的啊，你踩30就30，35就35，它没有再给你什么犹豫，也不用什么等，那种直接感跟油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有去开过。有些人，大部分的人会爱上它这种油门的感受啊，那但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开起来好怪哈，这个不适应。那每个人习惯的方式不一样。那 UX 300E 呢，我就说它的车重变多了，来到接近1600多公斤，比正常版的汽油啊 UX 还要来得重很多。差不多是满载四个人满载在车上的这个重量，他把它塞在电池，因为电池所以增加了。但是开起来，我觉得整体的加速、扭力的输出，还有整体的在加速的这种轻快感受，我觉得是比汽油版还要来得好很多。除了账面上的这个扭力数据，有300牛顿米之外，重点是它的扭力峰值全部都在前面啊。
当然中高速会比所谓的一般汽油还要来得差，但是在我们一般道路零到五十，高速公路零到一百、一百一，我觉得以电动车的输出曲线是完全是够用的啊。只有在跑那种比较跑赛道，你要超过一百五十以上，它的电动车同样马力、同样扭力，你会输给油车啊，因为油车的高速延伸性还是好很多。电车就是吃香在起步的时候啊，低速在加速的这个过程是毫不迟滞。完全没有犹豫的，所以你如果说对油门的反应很灵敏，要求也很高，那我相信你会喜欢电动车带来的一个改变。第二，我觉得在车内的感受，第一个它变安静，变安静，我觉得原本当然 Lexus 它的组装品质啊，它的一个造车工艺原本本来就非常的好，这个是毋庸置疑啊。那当然也因为少了这个所谓引擎的噪音啊，还有这个变速箱，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底盘多了所谓的电池，所以底盘传来的隔音啊变少了。那整体在车内我现在能听到的大概就是风切声，连轮胎，我现在时速是85哦，我现在在国一高，因为车流有点多，所以速度比较好，现在90了啊。你看我现在大概只有听到微微的轮胎带来的一个噪音跟风切声，其他没有了。那这种电动车，因为电动车所带来的一个车内更安静的特性，这个我个人是喜欢的。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讲到电池，我要特别提醒各位， UX300E 因为它电池跟其他的电动车都一样，把它布置在车底的最下方，它呢，它的离地高比一般的油车还要低，这个部分要请各位注意哦，因为它把电池塞在底盘下方，但是它有一个厚度。那我在猜啦，因为它为了不想要影响到车内的乘坐空间，它不想要把车内的这个高度往上垫，所以呢，它变成是你又要塞进去这个电池，所以你从侧面看哦，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离地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所以当你在进出所谓的地下室，或者是这个角度有点大的时候，这个电池呢有可能会碰到地面啊。但是原厂也有说明，他说因为电池的这个外壳啊，他们做的非常的坚固啊，所以除非是特别特别的大力，不然它的强度非常好，可以有对电池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性。好，这个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悬吊的配置，因为车身比较重的关系，所以悬吊的阻尼弹簧的这个磅数，还有整个在悬吊的几何优化等等，都有在做过不同的设定。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现在所有全系列，我们讲 UX 的话，我最喜欢 UX300E 的悬吊设定。为什么？因为车身比较重，所以呢，它在阻尼跟弹簧一定都有加强。那加强的情况下，我觉得带来的就是它可以更快的吸收弹跳，而且重点是呢，开起来蛮接近欧系底盘的。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就是你会觉得整个路感变得更清晰。好，那原本的汽油版的 UX， 但就是舒适性比较多，但是电动车的 UX， 我觉得它的悬吊处理质感变得比较好。而且弹跳它那个整个吸收的 Q 度，我觉得是非常保持的。好，这个部分其实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有一个跟其他电动车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刚刚讲方向盘后方这个换挡拨片啊，现在变成是回冲力道的一个调整。那但是呢，你看，像我现在假设我现在是在第一档要往前嘛，我现在如果往左拨，好，你可以看到它有个箭头会往下啊。那这个箭头呢，往左拨，我要回冲力道大，但是它大概就是维持个30秒吧，好，20-30秒，它就会再回到所谓一般低档没有回冲力道的一个设定，啊，这是一个跟其他电动车开起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通常我拨了，它就会一直维持在那边，但如果说你要固定长时间维持在这个回冲力道，你就必须要把它拨到 B 档，然后你再去控制所谓的这个回冲力道，它就会固定，跟一般电动车比较不太一样。最后分享一下，就是假设你要入手
电动车，或者是假设你今天很对这部 UX 310，你要入手，其实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会非常欢迎你加入所谓电动车的这个世界。那因为310我刚刚讲它是从油车转换到电动车最不突兀的一部车，因为它整个操作界面开起来的感受等等，其实无缝接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你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充电问题。那我自己的心得我跟大家分享，你买 UX310 Lexus 这个原厂和泰，它会给你一套所谓的这个充电桩啊，你可以安装在所谓你车子的停车位的旁边。那停车位，但就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个可能各位车主就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假设你是这个社区的第一个电动车车主，那你就要经过长时间的去说服他们，然后甚至有些还要开住户大会，那你要提供所谓的施工评估报告，你的线从你的家用电表要走到哪，经过哪一些公共空间，他们要同意你可以安装，那你还要提供所谓的这个保险，你这个车，你因为这个拉这个线安装这个充电桩有保险，然后万一假设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样子去说服所谓的管委会跟主委，他们才有办法让你装，这个是你电动车车主必须要面对的。那如果可以解决在你自己家车位充电的问题，那我真的觉得其实电动车真的可以入手。因为像我现在其实我一个月到特斯拉原厂超级快充超充的次数大概已经不到一次了，我大概就是在家里充充饱，每天 daily use 是完全几乎是够的。只有在要长途，比如说像我要到台中来回，基本上也是够的，超过台中来回我可能就要去超充一次。那现在我刚刚讲，因为原厂 Lexus 和泰在全省盖的这个超级快充也只有六座，它是 CHAdeMO 的，那 CHAdeMO 基本上在台湾也不是通用规格，所以它会比较像是孤儿，只有这个六座，再加上我刚刚讲华城，如果你要想用这个快充，每一个县市大概都会有一座快充 CHAdeMO， 那但是你就得要迁就这些地方去做这些里程上的一个移动，才有办法享受这个快充。那除此之外你就必须要得要慢充，你如果用家用规格220的电，再加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用到32安培的一个电流，所以你乘起来差不多就是假设你真的是从零充到满大概就要八个小时，那八个小时以你回家睡觉时间也差不多，隔天一定是满的。这个所以我觉得 daily use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电流呢我就要注意，像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公寓，它的这个整个家里每一户家每一户的家庭，它提供最大电流可能有些约莫比较低，会在75安培。那75安培呢，你如果再用32，等于吃掉你快接近一半的电流。这时候你如果家里又开个冷气，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你又开个什么暖炉的，崩一个就很容易会跳电。外包商他在帮我装这个所谓充电器的时候，他说老爹，因为你这个家哈，我测过没，就是最大电流只支援到75，但就超过了75安培，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充电桩你就是安装12安培就好，12×220大概只有 2.5 度到不到3度，刚买特斯拉的时候其实有点痛苦，充电时间都很久。好，这个部分也跟各位分享一下。那现在基本上任何一个品牌的电动车车厂都会有跟外面Third party 就是第三方的这个充电桩的施工的公司都会有配合，他们也都会帮你去跟所谓的住户管委会主委去沟通，然后提出这个有效的证明跟施工的这个报告跟分析，会帮你解决，他们解决后确定可以装才会跟你收费，但评估要有一个费用啦，大概就是几千块。这个部分现在所谓的外包这些公司，安装充电桩的公司基本上都有这些服务，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要入手电动车，初期绝对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相信慢慢未来这五年电动车的市占率，整个电动车的应用，整个市场的变化，还有充电站的普及率，我觉得在这五年内会爆发性的成长。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
有机会的话入手看看，或者是说去开看看，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体验。那今天 UX 310，我认为它也是一部非常好的车啊。除了在续航力，以通用规格来看，哈，就是稍微比较续航力稍微比较少一点。除此之外，我觉得在其他的方面，哈，组装品质、隔音、底盘的改变带来的感受，我觉得都还是有非常 Lexus 原本该有的一个水准，哈。好的，我是燕小丁，我们下次见，拜拜。